18号选手请上台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大树生病了。在一座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。有一天，小猴子说，我去找大树爷爷玩好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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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树爷爷，大树爷爷。咦，大树爷爷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呢？哎呀，我身上的虫子正一颗一颗地咬着我，好痛啊！小伙子，你帮帮我。有了，我就数到三，你就开始抖动你的身体，这样身上的虫子就掉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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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树也使出全力，但是身上的虫子还是没有掉。小猴子安慰大树爷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去找森林的百兽之王狮子来帮你。”他一定有办法的。第二天，百兽之王狮子来了。大树爷爷，听说你生病了。哎呀，我身上的虫子正一口一口地咬着我，好痛啊！狮子先生，你帮帮我。好，那我一副真正的牙齿。把梨树给啃下来，这样身上的虫子就掉了。好，不行不行，没有树皮的保护，我可会被冻死的。狮子说：“那我也没办法了。”这时候，天空飞来了一只啄木鸟，他说：“树爷爷，听说你生病了。”“不用，你把树床、狮子都没有办法治了我的病。”啄木鸟说。没关系，包在我身上，我是干病，可是我拿手的。下悄悄，下悄悄，我是啄木鸟。下悄悄，下悄悄，我把虫子吃光光。从此，大树爷爷恢复了健康，在森林里也充满了欢笑。小朋友，你曾经帮助过别人吗？好朋友之间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呢？心里有爱，世界就有和平哦。我的故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时间3分03秒。